今次要来看是大埔和平社区举办漂流木提琴嘉年华，规划包括小提琴定设点、湖边音乐欣赏、提琴 DIY 体验，阁有社区漫游小旅行，吸引真侪介意提琴和台族的大朋友、小朋友做回来参加。大埔和平社区举办漂流木提琴嘉年华，爱着提琴算星星。小提琴电视电乌盘音乐赏析，提琴 DIY 体验以及社区漫游小旅行，吸引真侪热爱提琴甲大自然的大小朋友做伙来参与。大埔长辈组成音乐团，大埔爱乐以及嘉颂管乐团、新住民以及街头艺人口琴表演，在风光明媚的河畔赏乐音。社区所累积的能量已经是产生外溢效应，以提琴为主轴的深度小旅行，让游客能更深入了解在地文化特色。木山加大埔水乡风光，全台唯一以小提琴演奏和制作为主题的社区漫游，就在大埔和平社区。以提琴创新地方，延伸进入小旅行、大埔观光文化，非失落的偏向新生命。细心是木错运动，大埔乡差不多。宠爱妈咪购物庆开跑喽！特奥姨当然找嘉义优鲜水产，24小时全家下单取货，很方便。跟着我来买吧！和康玻璃斋消费满699就有机会抽到小家电，再抽出一位幸运儿，西半同享马可老师母亲节大餐。嘉义优鲜水产就在全家好生动，让你宠爱妈妈多一点。我们台湾现在正遭受中国这个强权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威胁。那过去捷克也有同样的一个遭遇，所以我相信因为有同样的遭遇，所以大家彼此都可以感受得到彼此的这种心情跟处境，跟怎么样去追求自己国家的独立跟自由。未来的国际合作，那我们会陆陆续续，那会跟各国
来做具体的MOU， 包括相关的交流。我们希望今天捷克代表团到我们的亚创中心来，是台湾的无人机走向世界非常重要的一步。One